近期，吃毒蘑菇能够看见小精灵等话题在网络上发酵。然而，品尝毒菌存在着不小的风险。中国菌物学会菌物多样性及系统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泰辉介绍，毒蘑菇中的致幻物质包括毒蕈碱、裸盖菇素、异厄唑衍生物、露花菌素等。目前网络上广泛讨论的致幻毒菌主要是指见手青，它是牛肝菌的一种，所含有的致幻物质目前尚不明确。有些时候吃了以后更加忧郁，但是呢大部分人呢吃了以后啊就是很产生一个比较愉快的一种感觉，那么你同时呢就伴有那个幻觉呢，幻觉就是那看到一些小人国呀，看到或者是巨人国呀、小人国啊，还有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祖先呐、看自己的那个那些神神怪怪的东西啦，怎么有些人打架呀，都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的。他比较关心那个东西的话，就可能就会幻觉见到那些。李泰辉说，见手青经过高温烹饪至熟透，可以减轻其中致幻物质的作用。但许多食客为了体验所谓幻觉，反而一心追求中毒。据我所知，他们那个吃的人就是他们有他们那个烹调方法，是不会煮得太熟的。他觉得就那个致幻那个效果可能就没那么好了。李泰辉指出，见手青的营养成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跟其他的野生的食用菌的营养都一样的，都是说有一些。菌类的那些蛋白啊，那些营养啊，那些东西的话，对人体还是，那氨基酸啊各方面还是很丰富的。目前为止，没有人特别报道它那个营养比其他的，野生食用菌，其他都是没有毒的牛肝菌啊，是最接近的一些种类啊，也没有它很特别的东西。李泰辉强调，中国已知的毒蘑菇就有400多种，非专业人士很难辨认。见手青毒性尚不算强，有的野生毒菌毒性不会被高温烹饪所降低，一旦食用，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损伤，甚至致命。蘑菇中毒的话，我们粗略的可以把它划分为7种类型吧，肝损害型、肾损害型、胃肠炎型、光过敏型、糖人基溶解型、溶血型，还有一种是还有很多蘑菇是不明的，吃了以后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过了1个星期或者是3个星期或者是更长时间突然间猝死。那么民间里头所传说的辨认的方法都是不靠谱的。鲜艳的蘑菇有毒，就是没有毒的蘑菇呢，就是白色的没有颜色的，或者是颜色一般的，你这样的这个是肯定靠不住的。李泰辉说，食用毒菌死亡的案例每年都在发生，他提醒公众不要小看毒蘑菇的威力，对于来源不明的菌类最好不要食用。